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以卓越教学和科研发展享誉世界，全赖一群富有热诚、奉献精神和专业技能的教师、医生及医护人员。学院在1981年招收首批医科学生，1991年开设护理学院，一年之后开设了药剂学院，2001年成立了公共卫生学院，其后于2009年改名为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中医学院创立于1998年，并于2013年正式隶属医学院。现在我们的本科和研究毕业生已经超过了15000人，我们为医疗、教育、健康和科研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医学院开授多个学士学位课程，分别是内外全科医学士、护理学士、老年学理学学士、药剂学士、公共卫生理学士、社区健康理学士及中医学学士学位课程，另外还有70多项研究生课程。在6年的本科课程里面，医学生会学到作为一个医生所需要的知识、技巧还有态度。而在新课程底下的首4年，同学会在中文大学的校园里面上课，之后医学生会到不同的医院在病房里面做临床的学习。在2013年，医学院更开办亚洲首个环球医学领袖培训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会培育出新一代的医学的专才，让他们无论在医疗的管理、研究方面也能担当领袖的角色。内外全科医学士课程的特点是以人体系统作为教学单元，让学生可更早接触病人及治疗方法。这种模式可将理论融入真实个案，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药剂学院致力培训专业还有热忱的未来药师，我们会透过不同的科研项目、协会工作还有创新的教育平台，去确保药物的数值和安全。身为一个药剂师，服务大众是我们的职责，我们致力推广药物安全，希望病人能够接受最有效的治疗，也能确保他们安全使用药物。另外，在授课过程中运用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可以令教学更加精益求精。学生也可透过使用网上学习平台，以小组形式解决问题、自我学习和修读选修科目，增强学习成果。我们的护理课程设计非常独特，着重全方位可多元化的护理教育，自制为本港以及境外地区培育优秀护理领袖和专业的护理人才。同时，学员也致力透过卓越研究以促进药剂护理实务。一个好护士必须具备手、脑和心，才可以全方位照顾病人身心社灵四方面的健康需要。多年来，医学院致力提升香港的医学教育水平，从而提高社区医护服务的素质。此外，医学院在促进香港的公共卫生和知识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The aim of the Jockey Club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Primary Care is to use the public health approach to solve and to address public health problems in the population. One of the flagship knowledge transfer projects is to address need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China. Our students and staff would go into those communities and try to help to solve general public health problems and health risks related to disaster and emergencies. 公共卫生关乎我们的个人健康、社区健康，甚至环球健康。公共卫生专才可谓健康的守护者。我们透过健康推广、制定医疗政策、控制传染病等方法，预防疾病和疫症的发生。医学院也糅合中西医学，推动中医药现代化，栽培有学养、
有医德、有使命感的中医人才，为病者提供最佳的治疗方案。中医学院不但培育新一代中医师，加深他们的中医药知识，学院还致力向公众推广中医普及教育。念中医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可以学到不同的中医学科，譬如中药、方剂，还有就是可以到香港和内地的中医诊所实习，在面对不同病人的时候，都可以用到在课堂学习的中医知识。医学院创新，跨学科的研究工作向来备受赞赏，很多崭新的测试和治疗方法源于基础和分子科学的最新发展，遗传学及相关研究一日千里，生物资讯学也日趋重要，其他临床医学研究如癌症及肠胃病学的研究工作也同样出色。学院建立了多个享负盛名的临床研究中心，各个研究中心均肩负服务社区及进行科研工作的使命。譬如医学院进行多项突破性的微创外科手术，对病人的好处显而易见，它的应用范围正迅速扩大，并已成为许多手术程序中的黄金准则。Many of the exciting research programs at the Faculty of Medicine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ave important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potential. We hope that in the long run, many of these projects would positively impact on the health of the citizens of Hong Kong, China, and probably worldwide. 随着医学院进入全新学习模式与技术应用的空前时代，学院将继续促进人类健康，全力进行科研工作，培训医生和医护人员，将医疗服务提升到质增境界。